大家好，我是小秋，这是石头。啊，前两天我看到网上有博主测试老虎伤主人，看一下狗狗会不会保护主人，所以我也买了一只跟石头一样大的老虎。等会我们看一下老虎来咬小秋，看一下石头他在旁边会有哪些有趣搞笑的举动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开始。石头，好可怕哦！石头要救我！啊！石头，救命啊！石头，救命！救命！石头！好痛啊啊！石头救命啊啊啊啊！石头快咬死他啊啊啊！石头别走，救我，咬他尾巴啊啊啊啊啊！啊，没救了。朋友们，你们觉得石头的表现怎么样？刚刚主人被这个老虎攻击的时候，石头好像还是有一点点护主的，因为他也没见过，他也不会害怕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边，喜欢石头的朋友可以点个关注，我们下期视频见。哇，石头，你刚刚是没有看清楚吧？有了，有感觉了。有感觉了。有感觉啊，终于看清楚这老虎的真面目了。